的要去哪里啊？你好，请帮我转一下宣传课。喂，喂，你找哪位？请帮我找一下张主任。外班的张主任，打错了，对不起。你好，请问用哪里？刚刚你们总机班谁接的文化处？怎么了？老他妈接错电话！脑子整天都在干什么呢？以后插线的时候别心不在焉。谁心不在焉了？你没有心不在焉，你为什么接错电话？没接错呀，刚才医院那女的要的是文化处啊。人家要的是外办，外办两个字的外办。外办给他们接十部电话，接十部电话都不够他们使的。喂，你好，已经给您确认过了，刚才的电话确实是从总部医院内科打出来的，他们要的就是文化处，不是外办。穆干事不能这么冤枉我们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穆干事？你头一天来上班就知道你是穆干事了。你哪位啊？下班以后到食堂门口来吧，就知道我是谁了。再见。还能不知道你是谁吗？我看除了茉莉以外，其他人的名字应该你都不记得吧？你不就是那个小曾？这么晚了才来，食堂都关门了。喏，这俩馒头给你的。那你够吃吗？不够吃也没办法呀。瞧你在电话里凶的，吃俩馒头压压火呗。够了。
么时候调到总机办的？今年年初，总机班抽调初中英文水平的人进行培训。现在，总部在国外也有修建铁路的工程，刚好那个时候，医院裁减员工，我就被抽调上来了。烫还烫呢。你光吃馒头啊？这不还有烫的吗？平常就这样。平常就买俩馒头，今天怕你买不着，所以多买了一个。我觉得这已经挺好的了，在我们家这么白的馒头可不敢紧着我们熊孩子吃。我一个够，不饿。你还是吃俩吧，就怕你吃一个压不住火。对了，见到小莫大夫了吗？谁？茉莉呀。没有。哦，她男朋友想让她学英文呢，好赶着办出国手续，可是她老说英文没那么容易学。那后来呢？我就知道你得问那后来呢。其实我们总机班的女孩都想知道那后来呢。他们啊，对茉莉可感兴趣了，常常偷听他们讲电话。偷听，那还得了？总机监听是合法的，不信你去问，三秒。再说我们偷听也是有原因的呀，因为有一次我们一个接线员听到她男朋友骂她了。骂她？哦，所以我们才延长监听时间的。骂了什么？挺不好听的，不想学。其实就是因为莫莉的电话占线，他从美国打电话过来接不上线，后来他就问茉莉说谁给他打电话，怎么那么长时间，茉莉就说朋友，他就问是男的女的，茉莉就说男的，他就开骂了。茉莉跟他对骂了？没有，茉莉就跟他解释来着，解释解释就解释哭了。就知道哭。其实茉莉挺喜欢你的。别逗我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都能看得出来。其实在连队那会儿他从来不跟我们在一块儿，有事没事的就去找你。后来要不是出了偷看那事儿，我们要是能在连队里。老张，你看穿蓝背心那男孩打得特别好，将来肯定是块好料。打什么岔呀？行，你胡扯，不行我打岔啊。我叫赵雨琴。啊，是是。没事吧？踩我脚干嘛呀？你别踢我总机。
我不睬你了。车上人那么挤，我愿贴你那么近啊。干嘛啊你？挤什么挤啊你？你干嘛？这是我朋友。谢谢。浪费。我不是小气啊，我一个人吃不了。越这么说越像是小气。这种冰棍就得这么吃啊，懂什么呀？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也挺好的。你来多长时间了？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也没多长时间，我被调到文化处了。我知道。大礼拜天的，你挤公交车去哪儿？给一个老战友家里面寄点东西。真是个好连长。都不当连长了，还这么操心？已经没什么好操心的，估计接下去就更闲了，可能能闲得头顶长草，脚底长毛。不可能，你就不是一个能闲得住的人。那你呢？你今天出来干嘛呀？图书大厦有一个书展，我平时都得上班，没时间，今天是最后一天。那你赶紧去吧，别耽误你们的事儿。这么着急撵我走，约女朋友啦？小马大夫，你别老开我玩笑。叫我茉莉。叫。茉莉。那你东西寄了吗？还没。我去看书展，你先去寄东西。两个小时以后，我们还在这儿碰头。啊？嗯。说好了。稳住，慢点儿。
好嘞，放。哎呀，哎呀，辛苦了，来，喝口水。哎哎，别麻烦了，别麻烦了，搭把手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别呀、啊，喝杯水来。哎，哎，吃个苹果，吃个苹果。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，走了，谢谢啊。你一个人搬上来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找你帮我搬上来的。你就不能多找俩人帮帮你啊？什么？你现在觉得我不像小伙子了？是，我呀，现在这个眼睛是不如以前了，但我身体还好着呢。哎，甭管怎么样，你终于肯嫁给我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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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腰腰腰腰，哪儿啊？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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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是这儿吧？对对，哎，看你不小心点儿，啊，好点吗？哎，再使点劲儿，使点劲儿，哎呀，好点吗？好点，还真闪着了。哎呀，你真跟你父母说了？说了。行了，我自己缓缓。哎呀呵。哎呀，他们一点意见也没有。啊！哎，慢着点，他扎着你。你肯定没输。我输了，真的。那，你有没有跟他们说我得的是什么病啊？说，你这病没什么大事，只要坚持吃药，就跟正常人一样。哎，就是说，我不是正常人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不是正常人了？真是，你刚才自己说的。跟正常人差不多，还得靠药。是，我那是打个比方，我就说你这个病，只要你坚持吃药，它跟正常人差不多，它就相当于是正常人嘛。相当于就不是，不全是。在我这儿。相当于，我就很知足了。知足？听起来那么勉强，那么凑合。不知道，你就是拿我凑合。就在边上，人也不多，我也挺快的。书展昨天就结束了，我记错时间了。我请你喝汽水。啊？白玉兰，请。怎么能让你老请客呢？还是我来吧。谁让你在车上救我了？我知恩图报啊。那一瓶可不够。至少得来一箱，阿姨有一箱吗？有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开玩笑的。
两瓶就行了，阿姨，谢谢。这边郊区有座山，山里边好像挺凉快。是吗？啊，你没去过呀？没有。那你待会有事儿吗？没有。应该不太喜欢爬山吧？我很喜欢爬山啊，但是我又不愿意一个人来。还能一个人？我怎么不能一个人？我告诉你，我总是一个人。你今天要是没有突然遇见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找我呀？我不是怕你忙吗？啊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坐下来，茄子给我。没事，给我吧，一样的。走吧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走啊。走两步啊。继续走啊。挺了不起的。你有脚气吗？有，你穿不穿吧？就不该逞能，那么重的冰箱就仅跟那小伙子两个人抬。你说
你吃了那个药，就再没产生过幻听，是真的吧？你不是说我没跟你说实话？旁边都住满了吧？啊！我跟你说，在山脚下，不瞒你说，就是我们家呀，还剩一间空房。一间。你们俩不是一起的吗？一间就不错了。你说，你看看现在这天儿，一会儿啊总是客满，要不你们俩再想想住不住，后边还有客人来住呢。大爷，哎，要不然这样啊，您呢，先帮我们找点什么干的衣服，好，先把衣服换一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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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，我给你们找去啊，谢谢啊，没事没事。你光着脚走了这么久的山路，我皮糙肉厚的，脚底下茧子老厚了，真的一点都不疼。别吹牛了，光着脚啊，山路最扎脚。我怎么吹牛了？想当初我在老虎连的时候，回去睡，真的没事儿吗？不能什么事儿，我一个人一个宿舍，也不会打扰别人，也没有人找我。有人等你啊？有啊，有鬼等我。
那个男朋友呢？在啊，在美国呢。他不经常回来？三年没见了，就靠打电话。那今晚也会打吧？不会，我不知道。天高皇帝远的，有他没他也没什么区别。怎么会没区别呢？你那老提他干嘛？给我，不会违反规定吗？你没收的又没有花钱，你这人怎么那么抠门啊？这个你还留着呢？怎么可能？那个早用完了，早扔了，是我照着那个买的。说来也奇怪。我以前特别讨厌这个味儿，现在特别喜欢这个味儿。和众多老战友的重逢，使穆剑锋迅速地融入了总部机关这个小世界。下班后的生活还算是丰富多彩，但上班时的憋屈，让这个老虎连的连长寝食难安了。领导，我想请个假。哎，等会儿，请什么假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想去外面扑腾扑腾。扑腾？游泳啊？啊。哎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啊？咱们出去转悠转悠，
看看哪有喇叭哭电子表。连长，那个没路子你真找不着，就说我们司机班好几个哥们儿，那找了好几个月那屁都没找着。哎，你退伍费还有多少？我给你看看我存折。不是，哎，你等等，你看看。我不看，我就那点钱。你呀，要是实在闲得慌，有劲儿没处使，那你就打篮球啊。你以前不是打篮球的吗？哎，你可以办个篮球比赛嘛，那热火朝天的，跟指挥打仗差不了多少。或者你办个摔跤比赛，那是一样的。我只是问问你有多少钱，又没让你把钱掏出来。连长，你就别惦记我那点钱了，我那点钱啊，还要留着娶媳妇呢。其实吧，我也对倒腾这些小买卖没什么兴趣。我见过那些小商贩被警察追得满马路的跑，咱们要么就不干，要干就干一大的。哎，你这车不错啊，连长，国家可不允许私人倒腾车。我有我的办法。这啥办法都是犯法的呀。穆剑锋，到。你这请假就上这儿扑腾来了？啊，剑锋啊，你这刚从基层调到了机关单位，有些不适应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不过你的工作我可是看在眼里的，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干工作是非常认真的，也很有责任心，有股的干劲。是。哎呀，是啊，现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吹过来了，可是咱们作为国家干部，还得一门心思的扑在工作上，仍然要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的发扬工作精神，啊。对，咱们单位就有不少的同志啊，他就守不住这个精神，去扑腾，结果呢，不都灰头土脸的又回来了吗？你说他什么都不懂就瞎干，他怎么能成功呢？最起码也得上个电大，学点什么再去呀。上电大能学这个？不是，我说的上电大学那个意思，他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听进去了吗？听进去了。我说的话你真得往心里去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是，一定深刻体会。你说咱们单位那么多男女青年都单着身呢，咱们又是文化处，哎，你说咱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组织起来，联欢起来，唱唱歌，跳跳舞，给他们提供条件，让他们互相认。我说，你有对象吗？Thank you.
拜拜。完活，接着，给你车干嘛不接呀？我为什么要接啊？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。男人嘛，心粗了点。哪像你们总机班的，都是机要人员，也跟猴精似的，记性多好啊。好吧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人嘛，难免会出错的，又不是机器。不过我们领导说了，在国外已经没有我们这个职业了，人家用的都是自动的机器，从来不出错。自动的？嗯，叫什么？交换机。嗯。那你们总机班怎么不用自动的交换机啊？说的轻巧，那应该也算是个工程吧。听说一台机器就好多钱呢，全中国也没几台的。再说了，要是用了自动的机器，我们干嘛去啊？好酒。赵一琴没想到自己的无心之过竟然给了穆剑锋一个扑腾的目标。此时的赵一琴面对这个和自己一起搭伙吃饭的老战友，已没了三年前刚见面时的忐忑。那时自己是个农村兵，一个小卫生员，面对赫赫有名的老虎连连长，总有一种高攀不上的感觉。现在自己在总机班，他在文化处，赵以琴觉得自己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出现了。什么认真啊？啊，基础差。哎，一样。咱这把岁数啊，又到学校里读上书了，费劲啊。哎，你这个学习的劲头啊，行。你从部队转业几年了？三年了。那我比你早，我五年了。你也是转业的？嗯。你哪个部队的？总参。你一提到兵，啊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又不是保密单位。你想知道一打听不就知道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能有点记不清了，咱俩一块参加这个夜大测试好几次了，你一点印象没有是吧？你还真别说，就咱们参加测试那些人，我根本就分不出谁是谁来。我是穆剑锋，任保国。喂，是你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谁啊。我就是觉得，你怎么这会儿给我打电话？师傅，你好，总机，请问要哪里？位置食堂，请稍等。剩下家里吃的，面包、黄油、火腿什么的。赵姐，赵姐，你知道
小莫大夫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吗？吃什么呀？西餐。西餐？西餐吃什么呀？就是面包、奶油加火腿。她刚才呀跟她男朋友说的。总监您好，请问接哪里？这儿到处都是啊。来，最新情报啊，茉莉早饭是西餐。这是你有点过分啊，能让早饭都监听？他吃早饭我们可监听不了，我们监听的电话。我觉得茉莉啊活得真潇洒，人家早饭的时候都是喝粥馒头加咸菜，他呢面包奶油加火腿。显示老板真操心。说什么？我说那后来呢？后来肯定两人吵起来了，她男朋友说让她改掉吃零食的坏毛病，说至少去她爸妈那儿的时候不能吃。后来茉莉就生气了，就说好毛病怎么看不见呀，什么爱读书啊，讲礼貌什么的。再后来呢？后来肯定就越吵越凶呗，听说还要分手呢。你怎么知道我要看电影？你真喜欢看电影啊？那就太好了。你先把票拿着，明天我下班可能有点晚，到时候你就先进去。我喝这边，你喝那边。我不嫌弃你，多喝点汤，别噎着。建锋，上车，我送你一家。你都开上车了？哎呀，这车也不行了。有时候开着我都觉得，你看，车门都是，有时候开着有点寒碜。等我公司开起来，这车我就准备换新的。开公司？你开什么公司啊？哎呀，别的我也不会，也没兴趣。但我有几个铁磁，能弄到那个通讯设备。就是以前那个接电话不是靠人吗？就后来就交换机。哎，你还行啊，你连这个也知道啊？原来你卖这个呀？啊，卖。那你还来上电大？就因为卖这个你才得学嘛。你可能对这东西不太了解。那个，咱们国家啊，这个东西彻底玩不了。你看，从技术上到生产线全在老外那，咱要是一窍不通。那到时候不是天天让老外牵着鼻子走了吗？吃亏。你呢？你学这个是搞技术还是？我跟你一样，也不知道要学什么。一看机电通信类的，我就报名了。这一学，头就大了。这哪是我一时半会能学得会的？硬着头皮学呗。嗯，那你这个跟我还不太一样。你这不搞技术，也不做买卖，
那你学这个没用，你浪费时间啊。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贵。你想啊，现在下海干什么的都有，我又不想倒腾那些服装、电子表之类的，想着要干，咱就干一大的。现在省里边这么多机关单位，都是人工接线，早晚得换自动的。我这一算下来，这要是折腾一台出去，得顶多少条喇叭裤啊？哎呀，哎，你说咱这个当兵的脑子里想的是不是一个问题啊？这点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当兵的嘛，要干就干大的，是不是？要不，咱俩一起扑腾扑腾，扑腾嘛，扑腾！哎呀，英雄所见略同嘛！报告，去。连长，九。来，二哥。哟，你这小日子过得够腐化的呀！哎，又没有人请我看电影，那我这点钱还不能花到这儿了？别瞎打听。我都看见了，今天在篮球场，你和小赵护士说好了明天一块儿看电影啊。别胡说，我就是把她当妹妹。搬个凳子过来喝酒。是。谢谢连长。明天去银行给我把钱取了啊，全都取出来。这是要干嘛呀？干大买卖。对了，一连长是不是分到银行了？啊！明天去给我打听打听贷款的事儿。这是要干多大的买卖，还得要贷款啊？一个字儿，差远了。连长，我建议你啊，你要是想干买卖的话，咱能不能从小打小闹一点点先开始啊？别废话。执行命令。是。坐坐坐坐。不是连长，那这么大的数额，那你明天怎么不自己去啊？我有事儿。喝酒。干了。是。酒还堵不住你的嘴。什么大毛病？就是感冒了，天凉了，注意保暖，别受风。进来。大夫，这是我的号。放这儿吧。出去等着。
这个去开药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上次去山上玩，过了这么多天也没个电话，生病了来找我啦？也没多久啊。没多久？姓名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穆剑锋。年龄？18。性别？女。您哪儿不舒服呀？哪儿都不舒服，浑身都难受。那您看我从哪儿检查比较好呢？我想想啊。坐吧。我帮你。帮我也倒一杯。日子过得不错呀。好，好得很。我能说不好吗？敢说不好吗？我要是说不好，所有人都会说，你还嫌不好，那我们还活不活了？我每天吃零食、看小说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Yes, I look good.Just looks good。英文的这句话很有意思，看上去很好，仅仅是看上去。不信。怎么调到总部机关来了呢？还能怎么调？高团长到处托人找关系，才把我调到了这里。反正不带兵。你不是说不带兵没出息吗？我这个人怎么都没出息。你以前可不会说这种话。现在变了。是什么让你变了的呢？咳嗽吗？咳嗽。咳了多长时间了？哎呀，小半个月吧。这百日咳嘛，以前给他吃点药就不咳嗽了。可这都吃了十几天了，怎么还不好？Thank you.
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，你可真有礼貌。我看你那么忙。你今晚有空吗？嗯。请你看电影。要是我下班晚一点，你就自己先进去。总机，请问您要哪儿？是小赵吗？是我。对不起啊，昨天我忘了。其实今天晚上我有安排，看不成电影。你好，总机。哦，好的，总稍等。那我也不去了。别呀，你去啊，你干嘛不去啊？我都看过两遍了。那你还买电影票？你不是没看过吗？傻丫头，要是没事儿我就挂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说话呀。没什么，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说两遍不行啊？你条规定不能说两遍对不起啊。这样吧，下回我买电影票，请你看电影。好，我挂了。等急了吧？我刚要出来，来了个急诊，着急要化验报告。这么忙啊？我耽误你工作了吧？没有，这儿的饺子特别好吃。随便吃点就行了。你跟王大夫都快结婚了，可别往我这儿破费了啊！不往你这儿破费，往哪儿破费？你旅行结婚，咱俩都没见上，今天补上。你好不容易进城一次，哪有那么难？我家离城里就100多里路，长途汽车四五个小时就到了。回头有机会啊，去我们那儿看看，我保准呢吓到你。怎么了？我们那儿的风景简直是太好了，我家那风景。不过可惜了，好风景啊都给关在山里了，大伙儿也都看不到。那我真去了。好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回头你带上王大夫去我那儿，我去山里面给你们套野兔，我们山里的野兔啊可肥了。那没人认识我。怎么没人认识你啊？我们村才40多户人家，没两天大伙都认识你了。我是说不认识有不认识的好处，认识的人整天在一块儿，那点事儿都没人知道。哎，那年夏天在三连，我养茉莉的事儿你知道吧？啊，你跟谁说了？我谁都没说。为什么没说？茉莉姐也特地叮嘱了我，让我千万别跟任何人说。茉莉？
子呢？回来了。哎，小莫大夫，嗯，刚有个电话找你，是你男朋友从美国打来的，他说一会儿还会再打过来，让你一定要等着。他没说他几点钟再打过来啊？没有，但是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商量。哦，谢谢。你稍等啊，稍等。小玉，电话。啊，我呢？谢谢。喂。啊，妈妈。哦，我洗衣服来着。哦，没事，我挺好的。你们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？没事，我在这挺好的。不好意思，能借你电话用一下吗？用我的电话吧，老展同志，里面呢。谢谢啊。那里面。谢谢。麻烦帮我转一下208号楼的205。好的，稍等。喂，您好。麻烦帮我找一下茉莉。好，请稍等。我等了一晚上电话。终于等到了。还是错的。穆剑锋。电影挺好看的。对不起，我没事儿。我是借人家电话的，不好意思，老张先挂了。哎，你先别挂，我
今天下班本来就有点晚，我本来想赶紧回家换件衣服就去电影院找你，我一到家门口就被邻居叫住了，说有一个国际长途找我，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商量，所以我而且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了，我也没有办法通知你。真没事，那电影估计一时半会还下不了片儿，你还有机会看，你休息吧。嗯，待会儿你回来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。你休息吧，再见。这件衣服你女朋友穿肯定合适。谢了，我可买不起你这样的东西。我给你便宜点嘛。谢谢。哎，你这是特别抠呢，还是特别穷啊？我特别抠，又特别穷。这种穷光蛋转眼到咱们城里，够丢人现眼的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们铁道兵都是从穷山恶水来的穷光蛋。这会都在你们城里，你们城里人一个月二两的芝麻酱，我算是吃定了。老板，这件衣服我要了。哎，好的，15块钱啊。给您啊。谢谢啊。面包、馒头，吃哪个？面包吃不惯，还是馒头吧，顶饿。一个月吃一回也是可以的。桂姐。都是你的了。跟你搭伙吃饭，原来以为我会吃亏呢，想不到老是占你便宜。丫头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呀？知道你的腰身尺寸，不行的话找人改改。应该合适。不喜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吃饱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问你话呢。太小看人了。我送你礼物，怎么就小看你了？你要跟茉莉看电影，就看呗。
我又不会嫉妒，我也嫉妒不着啊，用得着买东西哄我吗？你都知道了。我昨天自己去看电影了，看见你旁边的位置一直空着。那你怎么知道我旁边就是茉莉啊？我在门诊部有那么多的熟人，他们都看见去找茉莉了。那电影票是门诊部发的，茉莉要了两张，他们都想知道茉莉到底想跟谁去看电影。你旁边坐的那些人，他们都认识她。奇了怪了，怎么就那么多人盯着茉莉？引人注目呗。男同志喜欢茉莉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我要是男的，我也喜欢她；我是女的，我都特喜欢她。好看的人谁不喜欢呀？你就别一边喜欢一边还骗自己，连带着骗别人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他。